上周，王牌家族对战开心麻花，麻花铁三角玛丽、艾伦、常远携春晚常客沙溢、大张伟前来挑战。我看一下。在致敬春晚的上篇中，我们回顾了春晚的经典片段及趣味知识。呀，这位苏菲，春晚历史上的第一个镜头是谁呢？两队旗鼓相当，各得一支金话筒。今天我们将迎来致敬春晚的下篇，关注赵忠祥倪萍考验升级。这轮要在一分钟之内完成哭戏的表演。两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究竟谁开启最终难忘的旋律？春晚欢乐，王牌继续。快快，马上接近爆炸了！嘿呦嘿！王牌的王牌。想问一下二位老师，下一关你们守护的王牌是什么？叫无与伦比。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彰显两位老师在春晚舞台上那种彼此之间默契的一种配合程度，对不对？我觉得一对搭档，在舞台上磨合的久了以后，就跟那个排球我们看到一传二传似的。两个再棒的人，如果你不默契，步调不一致，反而更可笑，是吧？默契度特别重要，所以两队今天默契度也要在无与伦比环节当中经受考验。你来比划，我来猜。无与伦比规则是的，是。在规定时间内，比划者可以用肢体和描述的形式向猜词者传达信息，但必须要在规定的角色内进行表达。当主持人敲锣时，比划者必须迅速转换角色，最终猜词多的队伍获胜。从王牌家族队开始派人。腾哥一个人比划，我们三个人猜。那你们猜的人是不是少了点儿？好了，这轮你要面对切换的方式是男女不同的表述方式呀。那腾哥在行啊。挑战开始。嗯，你可以说话了啊。啊，可以说话，可以说话，可以说话。当然，七尺男儿。给他们猜出来，给他们猜。那门游戏都变了的。你可以说几个字啊？四个字啊？那再来。四个字。骑电动车。电瓶车。拐弯。换情绪，换身份。为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舒服了？这怎么了？这过山车，四个字儿，飞驰人生。嘎啦嘎啦嘎啦！啊，骑马，那个旋转木马。哦，正确。哇，很惟妙惟肖的那个表情。三个字。变女生。不倒翁，对了，四个字，僵尸，游走，四个字，行尸走肉。哎呀，太快了！你太有文化了，天哪，你还是个文化人。四个字啊，蕉叶欲滴。剪成碟。哇，太有文化了。三个字。三个字。女生。什么玩意儿？这是斗鸡、斗尖、怀孕、肚皮、肚皮舞。哦。女生的啊，现在还是四个字，就演呗，你快点呢。这不好比。什么呀？这是男生。
嗯，我刚才表不是男生的。这老太太，什么呀？这是，这腾哥，你戏路怎么的了啊？有局限的。第二个字啊，嗯，开，进，缝，入。后两个字。飞飞，入飞飞。哇，想入飞飞。哇，入飞飞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入飞飞，好棒啊！那个，请检查一下华晨宇的麦还好不好使。娇艳欲滴，妖娆不行。骑马，那个旋转木马。啊，想入飞飞。稍微出点事儿，花花啊，花花在那猫冬呢啊，参与很重要啊。下一题，打字儿。女版。星星。泰山。金刚。妈，花花你随便说点什么。好，仨字儿。惊讶。消防员。灭火。灭火器。哎，正确。现在还是女版的啊，女版的。快点的，怎么这么四个字啊？啊！我的妈呀！春心荡漾啊！嗯，春心荡漾。哎，虽然你说的不对，但我很欣慰。第三个字，晃柳摇。再说。摆。摆。啊。百花，千姿百态。哎，很接近。千姿，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对。千和百。千什么哥？千手观音。啊，没时间了。千百。千和百。千。哇，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千方百计，回头看看，千娇百媚，这么难吗？哥，你这个娇，这个对不起，这个，那我应该演这个是吧？脚抬起来，粘上了，说演这个娇是吧？这个我们是那什么，我们词汇量太少。总体挺好，我觉得前面猜得很快，可以的，对对对，我还好，没有特别增加难度，尤其是千娇百媚，没增加难度，向着自己人，对不对？特别想让花花开两个口，一直不开。本轮答对8道题。相当不错，相当很厉害了啊！很难超越感觉。来，麻花队，走，李老师，我也去啊！你猜吧，您要帮着猜啊！对，您这么博学的人，一定得让您来。我基本上猜不出来。来，那就是我没比划好。这轮沙溢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你的描述过程在普通话和地道方言之间进行切换。可我方言是东北话，跟普通话很像。有其他地方方言会不？纽约河南话什么类似这样的啊？不太会，反正我瞎说吧。好，挑战开始啊！三个字啊！哎，东北人平时爱睡炕，火炕。第二个字对了啊！第二个，第一个啊！哎呀，热炕。热炕头。也对，对对对对，还是方言。耶，这个炕，直如疾风，势如闪电，直如疾风，势如闪电。这个炕我得懂啊，这是啥嘞？葵花宝典。这是爽。这是舞，这手。对了，这是
这是什么？云手啊！我拜战堂，葵花宝剑。拜战堂的电梯，电梯。你听不懂说的啥？这是什么武功？什么拜战堂？拜战堂的葵花点穴手。好，好，好。对了，全都浪费在交流上。对，四个字啊。啊，第四个字。哈哈哈哈哈哈！傻，我笑，对，大笑，哈哈大笑，开怀大笑，捧腹大什么捧腹大笑是吧？呀呀呀！方言啊，第一个，汪汪狗狗啊！哎，你们那个汪汪说的是普通话啊？汪汪。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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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第二个啊第二个狗狗急跳墙哇两个字啊两个字说这人呀这啊有气啊闹心有气胀气憋哎有憋了错下一题啊四个字啊四个字这个给你个普通话。哎呀，就是月份牌大饼 ，vivo X23， 说是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什么呀？开阔。对，意思是对啊。开阔啊，广角，广角，广对四个字后面两个对了啊，前面那个说是哎呀超大广角。哦。还有20秒。四个字前两个字儿，瞪眼、对眼、鸡眼、凝神；后两个字儿，瞪眼、吐舌、狗眼残喘。狗眼残喘。第二个字儿是晃眼。文言文说这是什么？文言文，默。第四个字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蛇，抽结蛇，好了，本轮答对6道题、啊，到了，可以了，你这个表现的，这还有没说的呢？我就想知道说的哪儿的方言，哥哥，我也不知道啊。接下来是双人表演的，老妹儿，这咱没有人家年轻啊，人家那队伍就不是马铃肯定比划的比较。马铃也是够棒的。马铃。你上来叫马铃儿，你看，这轮你们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这轮你们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温柔和咆哮，小花和张姐。花花，你温柔是什么样子的？平时就很温柔，就是这样了。嘿嘿嘿。那你咆哮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嘿嘿嘿。捶你的胸口。拿小拳拳捶你的胸口。好了，温柔和咆哮互相切换啊。挑战开始，现在是温柔的。三个字是一个动作。大马猴。温柔温柔的，咱姐，就是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会坐在。乘地铁。差不。咆哮。差不多。啊！那不是地铁，另外一种还有什么？公交车。不是，但我们俩很。挤公交。温柔的，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对，四个字啊，张柏芝演的。最后两个字是那个。吐。河东狮吼。温柔的，sorry， 好好好，乖啊，下一题，
咆哮的啊。八戒，你不要再追我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哎，你演哪个？你不知道吗？对，我是八戒。我要去那个。告老庄，大孙悟空，抱着我的玉兔。嫦娥，嫦娥奔月，奔月，哎呀，有趣，哎，想跟我抢嫦娥这个角色，你是长虫奔月，下一题，下一题，那这个四个字，第一个是温柔的，啊、可以呀、啊这个尾巴，这是第二个字啊。摇尾耶，起连，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那个，我们去公园玩那个，就是蹦极，那个，哎呦，好棒哦，好吓人呐，哎呦，好棒哦，要又要。咆哮，好荡啊！那个好荡啊，是什么东西？一个，荡秋千，海盗船 ，yes， 来。哎，哎呀，这个是什么？这个你会做吗？什么？是一种武功。哎呀妈呀，扫堂腿。看给俺逼的。好，下一题。喊啊啊！这你来演，你来演。好的。你演。几个字？几个字？三。咆哮，咆哮。我的腰。水煮腰。有腰了。说字。肯定是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会猜对。啊，下一题，咆哮，咆哮。沈腾，以后咱俩老死不相往来。四个字，四个字，温柔，温柔。沈腾，咱俩以后老死不相。结婚。结婚。第一个字是一个数字，第三个字也是个数字，六亲不认，一拍即合，一箭双雕，前面是对的，一拍是对的，一拍两散，哎，对，姐两个人，小张，小张，姐请你吃饭，不是张姐吗？张姐请你吃饭，张姐请你吃饭，咆哮起来，我们花花和张姐两个人，我们俩在这里，以后就山无棱，天地合，才该与君绝，结婚了，啊不是。是哗哗哗，大海，海誓山盟。哎，我们这轮可以啊。咆哮啊！后来才发现，我跟花花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俩是亲兄妹。亲，然后第三个字是亲拉，亲手。哇，我们俩真是亲，亲如手足。哎。
还能拼一个，咆哮啊！哼！哎呀，但是所以张姐跟花花两个人真是无比登对。容易的反义词是不容易。厨娘，急，快快快快快！简单的反义词，难呢？难，对，难上加难。一难解难分。我这都能猜出来，逼着往出吐字儿。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真行哈、啊！我最勉强、最难为人的就是这个。哎，这小胖手、小胖脚都差不多大了。这轮有没有发现腾哥爆发了？他是主要为了埋汰我。不是，都让茂哥逼的。茂哥就在旁边。厉害厉害！保险啊！几个几个，我们几个，这轮答对了九个词。哇！压力太大了，你们，我不应该给自己的单位出这么大的难题，压力太大。而且我们花花生动地演绎了他和张姐的一段爱情故事，从无到有的故事。好，来互换一下。你看不出来，我把这个机会都让给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猜到你会猜对。水桶腰这是绝了，秒答！我说我的腰，水桶腰。好，大老师马丽来演，也保佑我们啊！加油，孩子们！好了，这轮你们要面对的情绪转换是开心和悲痛。啊，从开心开始吧。好不好？来，挑战开始。好，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开心，开心，四个字。我。嗯，哦，怎么？山东吧，登高望远。不是，应该找四个字是吗？对，哎，别情绪。开心。然后最后一个啊。玛丽。对。第一个。1234567，对，骑驴找马，对了啊，好，北总啊，来来，四个字，第四个字，重叠的字啊，最后两个字是，爸爸的媳妇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妈妈，哎哎哎。前两个，老公的妈妈叫什么？嗯，婆婆妈妈。四个字，开心的，开心的。啊。挤眉弄眼儿。哎，对了，对了，对。换了，开心，俩字儿。来来来，来来来，好吧。悲痛的遛狗。这狗哪有人遛啊？这狗是要吃的去了，这是。缺，是缺的。啊，下一题。是缺了俩字儿，是缺了碰碰瓷儿，死了俩字儿，急救，大老师那题已经过去了，哦，已经过去了。
属鸡。哎，对。来，下一题。悲痛啊，悲痛，悲痛，悲痛，四个字儿，第一个字儿，吃，嗯，第二个字儿，我是个什么人？大，不是男人啊，对对，知男，怨女，耶、yeah ，对，哇，好厉害啊！哎呀，下一题，下一题，三个字儿，悲痛的哈，哎呀，小可怜儿。哦，第三个字，林黛玉。王子的对象是谁？王子的对象，哦，公主。对对，第三个。开心了，开心了。公主病。对呀呀。对了，对。公主什么？公主病，花了。悲痛的，四个字。悲痛的，悲痛的。嗯，一拍两散。拍即合。对对对对，我。常远太厉害了，常远。我脑子太厉害了，来。知识量丰富啊，四个字。四个字。轮你醒醒，轮第一个字儿是笑，笑，对对。第四个字儿，那个口吐白沫，开心，开心，开心的。那个邓紫棋唱过一歌叫泡，像泡沫，对。然后两个人开心，像。是一个成语，像，最后一个字是墨，像墨，啊对，过，相濡以沫，哎呀，艾伦猜出来了，最后卡着点的，哇、哦，相濡以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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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什么好嘚瑟的？你们主要是长远，有点太过分了，应该是我们险胜。差不多，差不多得了，平手吧。差不多得了，这么没自信。公布一下这轮最后的总成绩。呀，行了，咱们赢了。嗯，获胜的是王牌加速队。那嗨，耶！好，这个你来比划，我来猜啊，结束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比划和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词叫超大广角，对不对？光说不练，那叫假把式。嗯，对。接下来呢，就用全新升级的 vivo X23，再一次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真正的超大广角。来，有请我们的王牌女郎狒狒。全新幻彩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的 vivo X23。问问两位老师，这关二位守护的王牌是什么？不同凡响。王牌关主神飞扬，超大广角控全场 ，vivo 王牌对王牌，不同凡响。不同凡响规则，队员需要按照要求唱出符合主题的歌曲，或者回答出符合逻辑的问题。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才能将炸弹传给下一个人，最终炸弹爆炸次数少的队伍获胜。上炸弹。完了，还会爆啊？会爆炸？真的。是深水炸弹吗？哇，这么大！真的会爆啊！这个一旦爆炸，用三个字来形容，结果就是稀巴烂。是他还是我们？是脸还是什么呀？不好说。面目全非。这轮的要求是，请唱出和黑色有关的歌曲。开始，啊，黑色和黑色有关的东西也可以。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哥，炸弹已经启动了。哎呦哎呦哎呦，那是哎呦哥，那是哎呦，哎呦黑，哪有黑呦啊？那是哎呦，哎呦哥，嘿呦嘿嘿
对，哪怕上到深啊，嘿，等不到天黑。好，可以。呀呼嘿嘿，一不小心我都是动词啊。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啊，来啊。一件黑色毛衣。好，马丽。哎呀！蚂蚁。这是个什么呀？榴莲呀。蚂蚁。蚂蚁呀，嘿，蚂蚁呀，嘿。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啊，黑猪有这么一歌吗？这样也算怪的歌。You make me cry 啊，英文也配啊，英文也是黑啊。你这是没怎么唱出来。哎呀，哎呦，头顶开花是吧？跟弄得跟家里也跟那个毛坯房似的啊，太棒了啊！请准备啊，黑的歌都唱得差不多了，基本都掏空了。这轮白还是黑的歌，开始。和黑色有关的东西也可以啊。哦。同学们支点招啊，红黑黑哦，啊黑猫警长啊，这观众想的不算你想的啊，嘿，你又来听我唱的那首歌，没有这歌，哎呦，我现场写歌，你是才子，怎么是我自己写的？真没听过这个歌，听没听过？听过，有听过吗？不知道，这你吓人孩子干嘛？大张伟，你没听过这首歌？你说，哎，你这么着，你说出歌名来，我就服你，你把歌名说出来。我干嘛说歌名啊？那你唱的是什么歌啊？我真不记歌名，但这首歌绝对有。你重新唱一遍。嘿。你又来听我唱的这首歌，嘿，你又来听我唱的这首歌，记得吧？绝对的。行，那就回传吧，传吧，来，艾伦拿着吧。唱嘿，你在哪里等我？嘿。你又来听我唱的那首歌，这是什么？哎，这是刚才不是这是他的歌，这是他现写的歌，这可是现写的了啊！你们一人写一句啊，黑，还有什么黑？还有黑什么呀？黑什么呀？黑什么呀？你好黑，你好黑，你好黑，嘿嘿嘿嘿。有这歌吗？你好毒，你好毒，哎，瞎写不行，不是中了毒的人是不是黑？对，中毒的人就黑了。那你要这么说啊，那来写。嘿，我真的好想你。哎呦我的妈！哎，大老师您哪个？我接着他好。刚才说只要跟 K 有关系就行，是不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眼球都是黑的，这也行，头发也是黑的。大老师，这是硬熬啊！来接纲、那个，哦黑呀！哎，对，不错，哦黑呀，哦黑呀。我。嘿，巴扎嘿，嘿巴扎嘿，对，巴扎嘿，巴扎巴扎嘿，巴扎巴扎。啊，那个，嘿，嘿，快使用上去吧，吼吼哈嘿，快使用上去。好，吼哈嘿，哥，什么嘿跟黑什么东西？然后打快下动作，行，他没抖啊，嘿，他没抖啊，不可以重复，不同句，不可以重复，头一首歌，不同的句，你唱下一句吧，来，燕儿呀，嘿，燕儿呀，不同句，嘿哟嘿，
嘿呦嘿，什么？嘿呦嘿啥？嘿呦嘿啥？什么？嘿呦嘿是什么？嘿呦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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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可以，没过。不，我不会唱那后面那一句。你唱的是哪首啊？穿上大头皮鞋，嘿呦嘿，什么什么的。这是什么？穿什么？嘿呦嘿啊？全是那些语气助词。什么？哥，什么呀？这炸我！哥，该你了。不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有没有这歌啊？有。快传，马上接近爆炸了。全是那些语气助词。哎呦呦，嘿呦嘿嘿，哎呀呀嘿，那个唱过了，唱过了，哥唱过了，什么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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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过了，哥。快点，拍好，还没到，继续。吓死我！哎呀妈，紧张死我了！我吓死我！谁输了呀？算是你输了，你输了，在你手里，在你手里的，在你手里抱的呀？那你们不接啊？敢沾发型亮油黑哦，对，哦，天黑黑呀！哎呀，对，请双方派人出战。我可不会唱啊，没事儿，我挨着茂哥，太好了！哎呀。先多琢磨琢磨，带白的，带白的，刚才是黑呀、啊，是白吗？请听要求，这轮首先第一个要求，炸弹必须抱在胸口。第二个要求，歌曲必须带叠词。举个例子，蓝蓝的天空，蓝蓝算是叠词。叠啊叠啊。炸弹传递，开始。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好，可以。好没有？哈哈哈哈哈！这算了，算了。不是叠字儿，叠字儿。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老师，我帮你呢。我。你也开始创作歌曲了，太棒了！来这都是原创艺人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好的。那个。甜蜜蜜。甜蜜蜜，好嘞，太棒了。着什么急啊？等会儿啊，我想想啊。炸死他！有歌有，哎呀，月亮弯弯，那好。月儿弯弯，哎，就一个歌，哎，对。你这是月亮，我这是月儿，来了，到沙溢了。天天想你，对，天天想自己。是吧，老师？这是拿还是不拿呀、啊，猫哥？猫哥，您倒是抱一个呀，您抱着呀，它传过来了。我以为炸了呢，到我这是最难的了。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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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爸爸。好的，回到沙溢那儿了。妈，亲爱的，还在拖时间。好，给沙溢。跑马溜溜的沙溢，溜溜啊！妈妈，什么？溜溜溜溜溜，什么歌？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把第二句唱出来。啦啦啦！啊，那个什么，我知道那个歌，是吧？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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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的之歌，
就这个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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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姐，帮我闻闻眼睛长啥？哎，小姐真棒啊！你，我关键时刻，你一听老师你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帮着拿一下，人家是前辈，怎么回事儿？好，倪萍老师，我尽快让他离开。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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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没有别字儿，没有别字儿。等会儿，咯叽咯叽，重复的在哪儿呢？咯叽咯叽咯叽咯。不行，那得是咯咯叽叽咯咯咯叽。对对，这才行。你就说咯叽咯叽，哪有咯咯叽叽跟叽叽咯咯？没有，咯叽都岔开了。这就是两个字叠在一起的。那得是咯咯叽叽咯咯咯叽，对对，这才行。我能替你老师唱一个吗？来，咱们得研究一下啊。咯叽咯叽叽叽咯咯叽叽咯咯。你瞧，又回来了。哥哥，你打单啊。妹妹，你的单子往前。是，对。OK OK， 好，算了。到花花了。啊啊啊啊啊、这炸弹真太厉害了，这炸弹。哎呦！换人了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炸弹拷问环节。可以问任意一个人一个问题，然后把炸弹递到他手里。到倪萍老师之后呢，可以开始随机传递炸弹了。我师哥，我得好好想想。好了，开始了，炸弹启动。你那个家里藏的3块钱在哪？藏什么？不是，就给你糊了三个东西。三个东西，藏什么？3块钱。家里藏钱藏哪3个地方？啊，3个地方的。那你藏。你在家里，你的私房钱藏在哪3个地方？嗯，你先报了。请回答。暖气片后边。真藏啊？你家还有暖气片呢？床单下边。床单也不换。暖气片也没罩。然后，鞋垫下边。吴可，翻起来啊！翻起来。好，小童最喜欢的3个男演员是谁？请回答。我，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对，这不都在这儿。沈腾老师，沙溢老师和赵忠祥老师。对对对。那我问大老师，你认为中国前三的音乐鬼才都是谁？鬼才啊！哎，非得现场夸是不是？非得现场夸，行，大张伟，那，大张伟，妹，华晨宇，那肯定的，对不对？还得再说一个，随便说一个，鹿晗，好不好？哎，来，赵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说文雅一点。当然，我问您一个特别高端的问题啊，说，您最喜欢的俄罗斯的三个演员的名字是什么？俄罗斯人是吧？啊，贝利耶夫，你要有老师，知识渊博，这个有，还有呢？有那个巴纳尔丘克，斯特里斯丹，你要有，对，来，赶紧问文尼平老师一个问题，您最喜欢的3个相声演员吧？我跟你说，3个相声演员，侯宝林老先生，马季先生。冯巩和那个你别冯巩够了，仨够了，这底下愿意递谁递谁了啊？递给他们红队的沈腾。来，你最喜欢的3个女人是谁？倪萍姐姐，不可能，比你岁数小的，而且你是真跟她好的，你喜欢她的。倪萍老师，你这不是要给狗仔攒资料了吗？这。快说，说真话啊，要不然也炸。腾哥，我可一个顶俩。何止，能说圆了就行。
我妈、我姐、我媳妇儿。来问一个，问谁？我问大张伟。来，我问大老师，你最喜欢三个女艺人是谁？人家真喜欢，真跟他好的，得是岁数比你小的。岁数比我小的贾玲啊，贾玲肯定我喜欢呀、啊，这是第一个呀、啊。哎呦，我可真是那么多人抢我，那不说了，我真累，你说我一天天的。啊，我想想啊，有好多呢，那个邱淑贞，啊，邱淑贞，岁数比你小的，岁数比我小的呀、啊，小邱淑贞，小邱淑贞。小秋似的，我喜欢的啊 ，Kitty， 哎呦，我坐在底下就像参与了一样。我们还是三个问题吧，好不好？从艾伦开始来，小玲，你说一下麻花三个你觉得演戏最好的男演员。沈腾、艾伦、常远，这叫问题吗？一共就来仨。玛丽，你说三个我比你长得好看的地方。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酒窝，我没有。腰。我没有，挑出来了吗？腿肚子，性格，我觉得贾玲性格特别好。地方，性格好，这还不满足？夸我性格好。花花，说出三个你的理想型女艺人。王祖贤，蓝，哎，王祖蓝，不是，哎，他叫王祖贤，王祖贤，对，王祖贤，朱茵，再来一个，哇，妈妈，哇，玛丽。是的，妈妈就是我。哎，好。你最讨厌你媳妇儿的三个地方。你最讨厌嫂子的三个地方是？胡可正在赶来的路上，还有五秒到达现场。就是。太爱孩子，哎呀，太顾家，哎呦，太漂亮，活下来了。茂哥啊，您最欣赏、最喜欢的三个女性的合作伙伴。最欣赏的是刘晓庆，三个，还有两位。佟珊我合作过，我很欣赏她。吴君梅合作过，我也很欣赏她。够了，要炸了，随意，我随意啊，好，随意。花花吧，贾玲，你最讨厌的三个男人是谁？沈腾。沈腾一个人就能顶三个名额，过来呀！好，快传递，一会儿就炸。艾伦，你觉得你比那个沈腾强的三点？挑事儿啊！个儿高，脚大。再来一个，还有一个，皱纹少。阿丽，说出干什么？说出你男朋友三个。Oh baby， 你最满意的地方。我也想知道。眼睛，嘴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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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最终统计结果2-2，两队打平，各得一支金话筒。Yeah！好了，又获得了一个金话筒啊！当然，最后能唱响难忘今宵的才是今天最终的获胜队。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二位老师，这一关咱们守护的是什么王牌啊？好戏连台。王牌关主神飞扬，超大广角控全场 ，vivo 王牌对王牌，好戏连台。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开始之前呢，首先请允许我隆重的为大家来介绍坐在我身边的俏夕阳影评团。我们这八位俏夕阳影评团的成员呢，都是我们春晚这36年来最为忠实的观众。这一轮将会由俏夕阳影评团的八位成员根据各位的表现来投票，决定这个环节谁能够获胜。啊。大家好，我叫柳淑萍，我特别喜欢倪萍老师，今天能在这里看到倪萍老师，我真的好激动，特别特别开心。谢谢谢谢。沈腾，我特别喜欢你。不，您自我介绍先行不行？都姓沈，也不能这么着急的表达爱意啊。哎，那你把这边灯给拍一下。我叫沈蓉蓉，我特别喜欢沈腾，我觉得你演什么像什么。怎么样，三号男嘉宾？决定牵手吗？大家好，我叫周桂琴，我很喜欢朱时茂，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嫁给你。好，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他们，因为他们一会儿就是评委了，要做出最终的考量，决定这一轮的金话筒到底归到哪个队。春晚给观众留下了众多精彩的作品，也留下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本关分为两轮，第一轮为哭戏小剧场，考验嘉宾的瞬间情绪转换能力。两队各派一名队员，抽取春晚经典台词和特定人物关系，与贾玲搭档挑战哭戏。表演过程中，贾玲可以设置障碍，但当挑战者坐上凳子即进入哭戏情景，挑战者需在1分钟内说完台词并流下眼泪即为挑战成功。接下来有请王牌女郎呈上选词的道具。好嘞，首先倪萍老师选几号？选一号。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倪萍老师的词儿是，哎，因为你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卖拐，好难啊。还有哭啊，你们是母女之间的关系。哦，好。小童，我选四号吧。四号，小童的词儿是，汤哥呀，就是这么汤呀汤的走啊。堂客就是堂啊堂哥走。这我们俩是母女吗？你们俩的身份是同一个女团的成员。等会儿。我好，请问一下，这女团按什么标准？对，就是是什么？她的标准是人气，不是气人。贾玲女士啊，大夫，你的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啊。好，你得的呢就是轻微的肠胃性感冒啊，打两分针就好了。谢谢谢谢。闺女啊，妈，你看你瘦的都脱相了。妈，我身体好多了，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什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肠胃感冒要给我截肢呢？孩子，你不懂医学。嗯，不懂医学。你看着妈的眼睛。妈，您不
累呀，不行啊。妈，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下回别误诊了。我毕竟只有一双腿。可以安上假肢，孩子。你就叫假肢，不叫假肢。名儿都改了，假肢还叫。妈，不管怎么样，虽然失去了双腿，但我轻了60多斤。孩子，你从小就特别乖，这次做手术截肢，妈妈心疼。但是大夫说了，你截了肢，两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说啥也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你的高地。倪萍老师真厉害，挑战成功，真厉害，挑战成功，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棒好棒。我还真想的，他这么坐着让人看了心里特难受，你怎么会弄这假肢似的？不是，对不起老师，我不是，我就盘着腿呢。裙子啊，您看老师，我走两步给您看，还在。您接触时间少了，这贾玲什么姿势往那一待都挺可怜的。接下来到小童了，准备好，表演开始。燃烧我的卡路里。哎呀，我是干什么的来着？哎呀，贾玲女士啊，哎，你现在的健忘症是越来越严重了。健忘症。我有健忘症，多注意休息吧。大夫，你每次都是你，是不是跟我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健忘症，嘿，你记得我吗？你是？你猜。我猜不出来呀。你健忘症还没好。我有健忘症吗？哎，姐姐，你是我的妹妹。啊、对，我是你的妹妹。嗯，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妹妹？你刚刚不叫我姐吗？哎呀，对，俩人都有健忘症。那我做了啊，你说吧。姐，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跳的探戈舞吗？探戈呀，就是这么躺呀躺着走，三步一窜呀，两呀两回头，五步一下腰，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这么躺呀躺着走，这叫探戈。好厉害。这孩子聪明着呢。除了我可以自己挑战一下吗？自己挑战。嗯，对，腾哥你过来给我搭一下。搭，你挑战哪个词儿呢？随便了。随便。给我一小段就行。好。看有多难。我因为我感觉情绪根本进不去，所以一会儿钢琴曲要给我轰大一点声音。嗯，把眼泪震出来是吧？他是个风筝，现在。沈腾先生，根据您的病历报告结果显示，您得了衰老症，慢慢脸上就全都褶子，跟天津狗不理包子似的。你注意一下吧，大爷。大爷。
这玩意儿咋注意啊？岁数也一大把了，有点褶，有点褶呗。啊，疼！啊！阿腾，松开！是你吗？松开！再挠也不许你抱，松开！你快点，让我看看你。松开！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你。哎呀妈！抱错人了，叔叔啊！叔叔，你怎么在这儿啊？叔叔，你儿子阿腾呢？我就是。阿腾，我没想到我们俩都是风华正茂的16岁。呀，你别笑，我们俩都是风华正茂的16岁，你竟然已经老成了这个样子。提前感受一下60岁有什么不好。我先在60的地方等你。向你道歉，不知道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这艘破船。阿腾，要不要再来一遍？不用。我哭出来了。哎，这点给镜头好好看啊，确实有一点啊，确实有一点。因为对阿腾的爱可能太少。确实不错。每一位表演的这个状态，我们的俏夕阳影评团呢都在关注当中啊，别急，咱们还有一轮，到最后会有8位来做出这一轮获胜的一个评判。因为今天听说我们的这个麻花队啊，来到现场之后是要挑战我们的王牌家族队的，特别准备了一个环节，要在这儿正式发起挑战。对，就是我跟艾伦主演的电影《羞羞的铁拳》，男女灵魂互换的这样的一个题。好，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由开心麻花队带到现场的考题。即兴小剧场游戏规则，在特定环境内，无论开心麻花队说什么台词，做什么动作，王牌家族都要无条件完全模仿，直到对方表演完毕。我今天特别不适应，就是开心麻花队，然后腾哥居然在对方。确实，抱歉，他曾经是你的，哎，但是那只是曾经。有人去那边了。表演开始。记者马晓奉命采访拳击手爱迪生，没想到在工作中却与爱迪生产生了感情。而刚刚输掉比赛的爱迪生，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拳王金腰带，决定向世外高人学艺。这一日，他和马晓来到了传说中的武林第一大门派卷帘门。我要跟高人学艺，夺回属于我的金腰带。我要跟高人学艺，夺回我的金腰带。好帅呀！非要来这儿吗？跋山涉水的，英勇都把我累瘦了呢。我俩不是同一神吗？好帅呀！非要带我来这里吗？跋山涉水的，把人家都累瘦了呢。那你要嫌累的话，我就抱着你。一直抱到结束，后面的剧情都不放下了。能快点吗？这边也挺沉的。必须照做，必须照做。你要不累的话，那你就抱着我。
啊，那你就抱着我。哥，你快点，我也绷不住了，快。那你，你要嫌累的话，那我就抱着你走。你穿一下子，咱俩就都趴下了。是是是，小彤，你搁后边扶一下，搁这儿。你站这儿，你搁后边撑一下，搁这腰。你别让我，你撑着他的腰，可以可以可以。你先抱一个腿，然后我自己穿上来。走啊！啊啊！不行不行！这段别播了。剧情继续往下走。我来，我抱你都行，你知道吗？你穿上来。我沉吗？一点都不沉，轻飘的。你放下说。一点都不沉，轻飘的。啊！哎呀妈呀，咱俩怎么换身体了呢？我这么瘦，这打一拳一点也不抗揍啊！哎呀妈呀，我们怎么互换身体了呢？我这么瘦，还怎么打拳？一点也不抗揍啊！同样都换你。哎，我这怎么有面镜子？哎，我这不有块镜子？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又老又矮又丑，又老又矮又丑，还一脸大褶子。没人能成啊，跟沈腾一样磕碜。跟沈腾一样磕碜。事已至此，只能由你带着我好好学艺了，你可以吗？事已至此，只能由你带着我好好学艺了，你可以吗？我可以。我可以。我做事十拿九稳。我做事十拿九稳。为什么不是十拿十稳？为什么不是十拿十稳？因为还差你这一吻。确认过眼神，我遇上的一个。我还差你这一吻。确认过眼神，我遇上的一个人，我会坚持。哎，哎呀，来了来了来了。祥师傅，我是卷帘门大师兄防盗门睡，若想拜师的话，必须经过我的考验。来，四位一步。第一，请你将这西瓜3秒钟之内吃完，经过我的考验。我吗？对。好嘞。预备，开始。非常好。该你了。我吗？对，小了点吧。3秒啊，开始。呀呀呀呀！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们？那西瓜吃完了，我们能见师傅了吗？不行，卷帘门有一个规矩，如果能将面前的酒喝完，便通过了这关考验。大师兄为你们斟酒，
你先来。我要吗？对，你得喝。鹏哥，你现在是女生啊，换完灵魂了已经。多长时间没动过了，在桌子上呢？是个女的。这个抬起来吧。我啊！一言一言。走你！我来。哎呀，可以。好。第三关，空手夺白刃。哎，你后退一步，来，艾伦。啊！哦，吓死我了！我呢，打你三下，你要三次抓住这个棍，就算你过关。我数到三，我就打。来，准备好，预备，一、二、三，一、二、三。你是女生啊？一、二、三。哦，对，好，沈腾，该你了。不是，他把把都抓住了吗？这不是？对呀，他过关了。打你三次，你要接住了啊！来，准备。预备，开始，一二三，哎呀，一二，你不能把手三，哎呀，一二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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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还一顿毒打还没过关，过没过关，反正我没考完，最后一关。熬鹰，盯着这鹰看，把这鹰熬倒了，你们就过关了。真的不行。他咋那么能熬呢？来，你们这边，上楞。上楞是什么东西啊？哥姐好。你得上桌。我也不知道怎么是你呢。你离鹰近一点，瞪他。你离鹰近一点，瞪他。再近一点，瞪他。再近一点，瞪他。哥，我这眼睛是嗓子眼儿，怎么眼睛在这儿？这眼睛嗓子眼儿，我得瞪这个。对对对，别瞪我。你何必呢？你在这儿张个嘴不就？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师傅了吗？可以。哇，好帅呀！师傅，哇！在下正是卷帘门掌门人，抠门大师。哇！你们竟然都以那个什么？小英。你们竟然啊！竟然，你们竟然都已经不识字。我是习武之人，你跟我较这个真儿干嘛？你们竟然都已经把鹰给熬倒了，看来我必须要收你们为徒。为师呢，给你们找了一个陪练，打败他，你就可以下山了。快把人叫上来，你过来啊！你好，你好，你过来呀，你过来呀，来了。你叫我干什么？到你们了。你叫我们干啥？我要把你撂倒。
样被你们撂倒。嘿，哇，师傅，这个人简直是不堪一击呀！我也是不堪一击啊！你们已经学成了，可以下山了。下山喽！下山喽！好，这一轮的表演结束了啊！我们先欢迎一下，在这轮过后坐到我们这个表演席的魏翔和黄才伦。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表现都特别特别的棒。但是这一轮啊，最重要的人坐在我们的正对面，我们的俏夕阳影评团，各位评委，红色代表我们的王牌家族队，黄色呢代表开心麻花队。我倒数三秒，我们统一来投票，判定哪队获胜。来，准备好了啊！三、二、一，请投票。黄色呢代表开心麻花队，我倒数三秒，我们统一来投票，判定哪队获胜。来，准备好了啊！三、二、一，请投票。五比三，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今天也不咋的了，就是我都没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庆祝。我觉得我的庆祝姿势都已经做完了。每一趴都赢了。啊，刚才这个环节当中啊，不断的有惊喜加入啊，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这个 vivo 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啊，开心麻花聚的也是特别特别的齐，这也不容易。你们看到了，我手里啊，有几个牌牌，上面呢有个醉字，我现场考验一些问题，你们觉得谁符合这个醉，就把这个牌贴到他的身上，怎么样？好 ，OK。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在观众当中经过反复斟酌的。好，接下来请听问题啊，请问。在我们麻花这几位当中，谁是那个活得最精致的人？觉得谁最精致就贴他，贴他。哎，那我们啊，不是走后面贴哈。确实挺精致的。我觉得得在玛丽这票比较犹豫。他现在是最精致的。哦，我对，确实。这样对称，对，淘气啊！为什么会有两票在腾哥身上？因为他现在真的很会养生啊，吃的都不像以前那么油大，而且经常的运动啊、健身啊、养生啊，能早睡就早睡啊，就很精致了。对于他来说，还敷面膜了是吧？偶尔啊，别的都没做，面膜确实敷了。对，程远他是无时无刻都在敷面膜。什么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怎么不洗脸呢？我躲着脸洗，就靠面膜来清洁。下一题，请问在你们当中谁是最爷们儿的那个？这是唯一没有跑票的一次啊！连我自己都投了我自己，这怎么回事呢？我倒没觉得爷们儿，主要我是扑了他不敢贴别人。我好欺负是吗？他生活里其实还好的，那拍戏的时候真的是跟个纯爷们儿。我记得拍铁拳的时候，我们在拍游泳池那场戏，其实那天阿丽是不太舒服的。对。哗，跳池子里去了是吧？对，很辛苦啊，确实拼命三郎，很敬业，敬业，挺刚的，确实挺刚的。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几位当中谁是最容易冲动的那个人？哦，又好集中啊！魏翔，你自己投给谁？啪拍脑门子上，我在想的过程中啊，他为了显得自己不那么冲动，所以晚点贴。特别是因为我去麻花的时候不到30岁，20多岁，北电毕业了就去了。我性格上比他们我觉得要晚熟一些，就有时候我这个脾气比较直，就不会站到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个事情，所以那些年呢，我觉得大家尤其在座的这几个。我说实话，真挺包容我的。
大家都在包容你。真的是真的，因为曾经我自己的有犯的有一些错误，我自己意识不到的时候，我差点离开麻花，差点被开除了。我不知道当时是因为有沈腾有腾哥在，才把我留了下来。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过去了好多好多年，我才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些年啊，聪聪这方比原来好了很多。嗯，以前是这样的，对，现在是害怕了，知道害怕了。我很意外，我本以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人会用这个醉的方式来吐槽你，但是答案这么少，在你没有什么懒啊，什么这那的。我告诉你，别开心的太早，有人隔空吐槽，我们来看看。沈腾，我是贾老师。哎呀呀呀呀！时光过得真快呀、啊，一转眼都毕业15年了。咱们师生一块上课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我记得当时啊，给沈腾上课的时候，我骂他骂的是最多的。一上课，我一听他说那个方言，我就生气，我就狠狠地骂他不用功。另外，他上课呀，爱出小怪样，他有时候说出两句话来呀，他自个儿不笑，把大家伙都给逗笑了，调皮捣蛋。贾老师，恩师之一，要求特别严格，而且我那时候一点都不热爱表演。大一的时候，完了我还跟老师顶嘴，那时候老师就觉得我长得挺好看的。沈腾，对，我说沈腾，以你的这个形象，你要是把你那个东北话给戒掉，说普通话，你出了校门之后，你会走的路会很宽。你看老师也是东北人，我说我听出来了。是啊，人无完人嘛。老师接的也很快。就这样说老师的坏话吗？老师没意见吗？贾老师，你听见他说你坏话了吗？我听得一清二楚啊！哇，我听得。让我们欢迎贾老师。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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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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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大家好。哎呦呦，老师！哎呦我的妈呀！想你啊！我想死你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没想到咱们一老一小在杭州见面了。是啊是啊，今天还红配绿呢，你瞧瞧。哎呦，贾老师特别这个我们最德高望重的老师之一，贾全怡老师。沈腾算是您最得意的学生吗？是是，那真的也是我们学院里边最优秀的学生。哦啊，沈腾入学考试的时候呢，我是他的那个主考老师，他作为一个演员的条件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就给他打了最高分。入学以后呢，我就对沈腾呢期望值比较高，可是呢他就在这个方言上老是过不了关。确实。我恨铁不成钢，我就特别着急，我就像自个儿的孩子一样啊，一上课就骂，一上课就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沈腾不但没有恨老师，他还老想着贾老师。哎，老师，我又不是傻孩子，我很感动，谁对我好还看不出来吗？所以沈腾啊，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好学生。谢谢老师，您过奖过奖。你平时啊，别看这孩子，调皮啊，耍点小幽默啊，可是他关键时刻这孩子不掉链子。他毕业大戏的时候，手指啊骨折了啊，他就坚持排练，他也从来不请病假。他为了毕业演出上台，这个手还没有好，他就把绷带和石膏全部都拿掉，上台就这样演。当时因为演出，我这个就让他自己长的，后来长得太歪了，动不了。后来掰折了，从接的。哎呦，我也跟腾哥说一个导演告诉我的幕后的小故事啊。我们联系了贾老师，贾老师说，我把其他事儿全推了，机票住宿你们别管，
我自己买机票，我自己找酒店，我要去杭州看看。哎呦我的妈呀，是这样，本来今天是有安排的，但是我为了见我的学生，我也很想沈腾。当老师的人了，他真是你们没有当过老师，你们没有体会，永远学生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超过了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我一定要到杭州来见我的学生，来见沈腾，我真是非常想他。沈腾，你现在是越来越优秀了，也越来越忙了。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获得了多大的荣誉，你的背后，你的身后，你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贾老师希望你啊，多保重身体，啊，不要老熬夜，要早睡觉，再忙都要抽出时间来陪你的家人，多给他们一块儿相聚的时间。我就主要还是祝老师身体健康嘛，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完了之后笑口常开，上上网啊，找找我的小品啊。我呢尽量，我就尽最大的努力多演好作品，我就觉得这就是对您最大的回报。好，谢谢你，谢谢沈腾，谢谢观众同志们，谢谢。每一个人的成长真的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真的要永远对那些帮助我们的、爱我们的人怀着感恩之情，让他们放心，也祝他们永远身体健康。在这一刻，我们也用全新升级的 vivo X23 来记录下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全新换彩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王牌对王牌。好了，进入我们最终验证的环节了。目前的这个金话筒分配比例也已经出来了，马上开始进行验证了。最终王牌家族队获得了4个金话筒，开心麻花队2个金话筒。还是那个规则，派出各自队员来到话筒前演唱难忘今宵，能够唱响的才代表你今天最终获胜。如果你唱了不响，接受喷气惩罚，好吧？好，两位队长，请各自派人吧。大老师，麻花队的两个人吧。大老师和艾伦，大老师和艾伦，来来来。花花小头，我们4个都得上，不是？是吗？咱得选4个，躲哪儿去？你来线多的，我来线少的，总有一个人能逃过这场。就这么定了。行嘞，都请戴上眼罩。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依次的验证。都要开始准备演唱《难忘今宵》。OK， 握住麦导电才行。哎，哎，这个不能捂住。那五个手断了。请开始演唱《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哎呦，这个过程太烦人了，你知道吗？麻花得挑一个好不好？你们俩谁呀？那个我来吧。艾伦来，请演唱《难忘今宵》。难忘今宵。还想看谁的呀？要要要的，都看您的，都看您的，各位兄弟，准备你的演唱。No No， 这喷气的人太坏了，嘴张最大的时候，确实那口气儿全进去了。接下来你们一起唱，看谁不被喷。好。哦，来吧，准备啊。难忘今宵，演唱开始。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感谢今天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永远在电视屏幕上带给大家全新的快乐。当然也谢谢观众朋友，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万事顺意。同时在节目最后也用全新升级的 vivo X33 来拍下这样的一张大合影，全新幻彩超大广角，发现更多美。来，各位，我就是幻彩，我想多谢你的风大气，谁敢造永明就造出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牌对王牌第一任队长白百合，前任队长来踢馆，今天王牌大团圆。我做队长的时候一期都没输过，可是一做队长的时候腿骨折了呀。这题他们那个菜是我一年不吃饭。本季王牌呢也即将启动，一会儿我对花花这样做，你们不要杀了我好不好？积极响应精准扶贫，让乡亲们农产品走出乡村。我刚才在你们两个看到了 CP 感，你俩来唱来。节目《花样年华》即将解锁酷我们登录人民下官网，播放了 TV、新浪娱乐、网易云、凤凰娱乐。请看图三秒。那个谁，那个李易峰，回答错。这一招一式，一拳一腿，都是要靠自己磨练出来的。天下武林的王牌之争，才刚刚开始。